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一涵，我现在在沙坡尾，对，我是一个纯游客，还没记住叫啥，买了一个喝的，手打柠檬茶，然后刚刚一涵已经买了一件很好看的绿衬衫，我们还吃了一个小蛋糕，很舒服，现在四五点，太阳正在下山，还不错，我还没开始逛呢，现在去逛逛，然后晚上好像有夜市什么的，会去看看。我选的是苦瓜沙拉。我先吃个苦瓜，我都长痘了。嗯，这苦瓜一点都不苦，这是苦，你尝试一下。这个芒果也好，但是比较生的感觉，芒果蘸酱。芒果很生，但是很脆，还挺好吃的。花生汤，这个汤好喝呀，枸杞的叶子。那个炒面线很好吃，附近的咖啡也很好喝，我觉得我们都被出了厦门咖啡咖啡大厂。我想听一下这个红香醇。油炸的，效果是吧？效果，效果，效果，味道。有肉，好像有马蹄，有水珠的，是吗？我们吃完饭了，然后旁边有家他们说很好吃的面包店。再进来逛一逛。我们现在去吃烤粉的。这个店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店，但是是在厦门的朋友推荐带我们来吃的。土笋冻，土笋冻超级好吃。这个是土笋汤，我们没有点土笋冻，点土笋汤，还有很多海鲜什么的，我们点了。有点累吗？我现在来到了一个算是市场的地方，然后他们说有很多就是我们平常没有见到过的一些海鲜，所以我来逛一逛，然后也带你们来看一看。我到这个市集门口，超有烟火气的，好久没有来过这样的市集了。买的那个腌的桃子，
因为它会有点咸咸的，好吃，很好吃。Thank you.